Amen。 感谢主，这一周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。上一周我们已经看过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圣经节给我们看见教会生活的小影。弟兄姊妹们，在约翰福音从第三章直到第十一章，甚至也可包括第二章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原则，也看见九种人的需要。从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尼哥底母，到第十一章拉撒路的复活，给我们看见主来做生命，变死亡为生命的原则。这生命是为着建造神的家，感谢主。在上一周十一章结束以后，来到十二章，我们看见教会生活的小影。弟兄姊妹们，教会生活的小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都得了重生。虽然在我们的灵里已得着重生的洗涤，但问题在于为何需要第十三章呢？因为十三章说到洗脚，乃是表征因着我们仍在肉体里，在这世上被玷污，而在这里的洗脚乃是表征。因此愿主怜悯我们众人。在上一本诚心圣言说到爱主并彼此相爱，为着生机的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，第五周就特别说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，这一次可以说是复习，说到生命在爱中维持交通的洗涤。弟兄姊妹们，交通由我们与主之间纵向的交通，而横向是我们与圣徒之间的交通。这里主亲自在十三章为我们立了洗脚的榜样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来看一幅图画，第十四、十五和十六章。在第十四章，教会基督的身体是父的家，第十五章是子的葡萄树，而十六章是纳灵的孩子。为此弟兄姊妹们，照着这一幅图画，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。若我们看旧约的图画，特别是帐幕的图画、圣殿的图画，神在至圣所，帐幕有三部分，至圣所在最里面，至圣所外面是圣所，而帐幕是表征主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，化成了肉体，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。而在这一章第八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如何能有份于主呢？能与主这位是帐幕者有交通，就需要过关。外院子有燔祭坛表征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救赎我们，使我们得与神和好。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，就成就了这事。之后来到洗濯盆，从燔祭坛来到洗濯盆，我们就得以进入帐幕。在这里的洗涤，也可说是以在洗濯盆的水所表征的。为着什么呢？为着洗去污秽。因为我们在世上生活，我们要一同过教会生活，与圣徒们一同有交通。
在教会生活里，无论是聚会，或是我们与圣徒们之间的来往，包括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，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罪的问题，罪在祭坛那里借着血得了解决。若我们去看约翰一书第一章，那里约翰特别说到什么呢？说到血的洗净，那就是说，拦阻我们与主纵向的交通，与圣徒横向的交通，首要的问题是罪的问题。但在约翰福音第13章没有讲到这件事，乃是讲到洗涤、洗脚。生命在爱中维持交通的洗涤，因此第13章我们可以说是接续于约翰一书一章血的洗净，在洗濯盆里之水的洗净，这里用于洗涤的水，表征纳灵化和永远的生命。因此，弟兄姊妹们，若你们来看《约翰福音》第13章，首先，这是主快要被抓，他在18章被抓，在19章被钉十字架。因此，在第三节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往神那里去。要往神那里去，就是他要钉十字架、复活、升天、升到父那里去。像在约翰福音20章那里所说的，这是主需要经过的过程。在说到这些事以先，或说到在14、15、16章非常奥秘的一些章。即召会作为父的家子的葡萄树和那灵的孩子以先，他为门徒们立了榜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节说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就像在第三节所说的，他要经过过程。被抓、钉死、复活，在18、19和20章，弟兄姊妹们可以继续往后看。这里说，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表明这里的洗涤，乃是生命在爱里的洗涤。他如何做了我们的榜样呢？首先，第四节，主就起身离席，脱了外衣，拿一条手巾束腰。弟兄姊妹们，首先他脱了外衣，外衣象征主彰显出来的美德和属性，因此他脱了外衣，表征。脱去他彰显出来的琐事，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次我们说要去看望弟兄姊妹们，要去与他们有交通，我们要学习脱外衣。大概20年前，我仍然记得，我有机会去看望一处地方教会，那地的弟兄姊妹们带我们去看望一位年长的姊妹，鼓励她来参加特会。一开始我也预备要去看望这样的一位姊妹，我们的言语和态度非常重要。我也准备了一些话要鼓励她，我预备了一些话，意思是说我先与主有纵向的交通。使我能有水洗去我们姊妹的脚，但结果我几乎没能说什么。我们只是倾听这位姊妹，她为何软弱，为何退后。此后，她倾诉了大约有半个小时，最终她流泪了。我们就祷告，
感谢主，那一次我们就得着了他，再次来参加特会。感谢神，这是什么呢？一面我们要预备好有水，但有时这水不一定是说出来的话。当我们在那里，有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有在生命里的祷告，就能够洗我们姊妹的脚，使她同样维持在交通里。感谢主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这里，而后他拿一条手巾束腰，束腰表征以谦卑约束限制自己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初开始全时间服侍的时候，我已经准备好了向这位姊妹说一些话，但结果弟兄姊妹们，因着我还是一位青年人，那位姊妹已经上了年纪，一面来说在这一件事上有一定程度的学习，要以谦卑约束限制自己，虽然预备好要说话，但却没有说，在这件事上被约束，但不一定每一次都这样。我就将这样的经历分享给弟兄姊妹们听。在第五节，主随后把水倒在盘里，就开始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在这里的水表征圣灵、话和生命。弟兄姊妹们，洗濯盘要有水，这里的水乃是象征属灵的洗涤，不是照着字句。第七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晓得，后来必明白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不是照着字句的明白。已过我爸爸曾讲给我听，在拉崩长大的儿童们都知道，聚会结束以后，那时的长老们就给弟兄姊妹们洗脚，用手巾擦干，那是照着字句，但这里有属灵的意义。在这里的水乃是表征圣灵、话和生命。主在属灵一面洗涤我们，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、化的光照，以及在我们里面生命之灵的律，在圣经中这三样都以水为表征。弟兄姊妹们，主为我们洗脚没有问题，他那里有圣灵、有化，也有生命。但若我们去给别人洗脚却有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人听这篇信息或是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，可能自以为是，以为自己有水，在大聚会中滔滔不绝，但越说越没有水，里面是枯干的，没有水可以洗圣徒们的脚。若是那样，弟兄姊妹们，就表明我们不认识自己，或我们与主的交通不够深入，进入话语不够，或操练灵不够。因此愿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渴慕以主为我们的榜样。他也吩咐我们在12至17节要我们彼此洗脚。这一部分刘勇弟兄会来讲解。因此弟兄姊妹们，在纵向一面有交通，主洗我们的脚，而我们也当在爱里、在生命里彼此洗脚。这里的背景是如何呢？在以前的时候，犹太人所穿的鞋满了洞，
以绳子绑起来，不像现今的鞋子。那时的道路也不如现在的道路，有一些国家的道路不太有灰尘。那时在路上行走，鞋子都是泥土，被污秽。当我们来用餐时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一脱掉鞋子，伸出脏的脚就有臭味，这会打岔交通，特别会破坏氛围。原本筵席是满了愉悦的，在参加筵席以前就要先洗脚，主先给门徒们洗脚，这表明他爱他们到底。弟兄姊妹们，洗脚是在爱里，也是生命的洗脚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世界满了污秽，在我们一同过教会生活、一同聚会以先，有时我们开车看一些东西就被玷污了，或是有时我们开车遇到红灯，或是聚会以前拿起手机看来看去，可能不是罪，但却是污秽，叫我们在属灵上被玷污，使我们的眼睛被玷污，叫我们的灵老旧不新鲜。哦，主耶稣，因此所需要的洁净，不是借着血，乃是借着在话中的水，或像这里所说的，在爱中的洗涤，是生命的洗涤，为着什么呢？为着保持与主并与众圣徒有愉悦的交通。因此我们要以圣灵、话和永远的生命来洗涤，这是迫切需要的，为要保守我们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。弟兄姊妹们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是父的家。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就是下一周我们会讲到十四章。在十四章一开头，主就说，在父的家中，父的家指什么呢？指着基督的身体教会。因此家一定有门出入，借着刚刚的那一幅图画，有外院子、翻祭坛、洗濯盘、圣所和至圣所，神在至圣所里。因此从外院进入圣所，从外院子进入圣所的入口可以比喻为家门。照着灵后六章十七节，主说，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得以分别，不要沾不洁之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收纳你们在灵后六章十七节，英文是用 welcome， 可以说是喜悦收纳。就好比现今许多人的家门口有一个地垫，上面写着 welcome， 意思是欢迎光临，当脚洗净以后，欢迎进入家中，脚就不发出臭味，保守在愉悦的氛围之下，特别是一同用餐时。这是我们来到神的家，一同过教会生活的一幅图画。我们有神的同在，以基督为食物，它是帐幕，有许多的丰富。但我们进入以前，不仅要借着血洁净罪，还要借着在洗濯盘那里的水，除去一切的污秽老旧，维持我们与主之间，也与彼此之间，在愉悦的氛围之下，使我们能一同有份于做帐幕的基督。他是陈设饼，他也是金灯台，是香坛。基督是一切，他是帐幕的一切，使我们能够有份于他，维持我们与主并与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。因为我们有份于这位基督，因此弟兄姊妹们，神是信实的，他呼召我们进入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里，
愿主使我们也忠信。当我们来一同聚集的时候，或是与弟兄姊妹们彼此交通的时候，第一件我们要应用的乃是血，为着洁净罪。但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，还有污秽老旧。有时我们过教会生活很久，甚至很多弟兄姊妹们经过了训练，无论是青年班还是壮年班，特别是青年班的，他们说：“哦，10年前我是一个奉献自己参加这一期那一期训练的，我经过了训练，现在结婚了。”弟兄姊妹们这样说，那就是表明我们对主的感觉不新鲜了，属灵的新鲜失去了，或是变淡了。我们聚在一起需要什么呢？需要洁净，以在洗濯盆里的水所表征的，以及化和永远的生命。为此，愿主在这件事上得着我们，使我们有洗脚。主先给我们洗脚，使我们能有水彼此洗脚。接下来，在第8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来到第9节，彼得说：“你绝不可洗我的脚，永远不可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”9节，西门彼得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”在10节，耶稣说：“凡洗过澡的人，除了脚以外，没有需要洗的，他乃是完全洁净的。凡洗过澡的，这里是指已经得重生了，得着重生的洗涤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在灵里得了重生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每一位得救的，信入主名的，受浸了的，都已在灵里得了重生。而问题在于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仍在肉体里，在我们这堕落的身体里活着，我们还在这世上生活，特别是在职的弟兄姊妹们，去工作时要接触许多人。或是学生要去校园，说到这件事，我就想起以前去学校，我大部分的同学都是不信的，有时他们所谈论的，无意是有意还是无意听到，叫我的耳朵就受了玷污，使我的灵暗淡、不新鲜等等。为此，当我们来聚会以前，我们要学习操练灵，恢复我们与主的交通。不管是操练灵、呼求主名、祷告、唱诗、赞美，甚至导读主话，这是为着什么呢？维持我们与彼此并与主的交通。这就是为着洁净。而需要在洗濯盆里的水，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给门徒们洗脚的榜样。愿主得着我们，盼望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继续洗脚，不仅仅是1周1次，在周中，当我们与弟兄姊妹们诚心，与弟兄姊妹们来往。一同小排聚会，一同生活，或是运动，或是一同用餐，或是一同购物，这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保守我们在爱的交通里，在生命的交通里，因为我们物质的身体仍活在这世上，无可避免被玷污。因此，一面我们要让主天天来洗我们的脚。天天取用血、取用化、生命和圣灵，让他来洗我们的脚，在我们彼此之间也是如此。在教会生活中，不是1周1次。弟兄姊妹们可以考量一下主日，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喊不出哈利路亚，
很多人祷告赞美不出来，那就表明已过一周没有这样的习惯，或没有从主得着洗脚，或可能已过一周，周一到周六甚至没有与弟兄姊妹们接触来往，或者我们接触了不洁净的弟兄姊妹，没有够多的水。当我们来到主日聚会一同聚集时，我们就暗淡、老旧、软弱。因此，弟兄姊妹们，洗脚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使我们能够被带进教会生活，蒙保守在新鲜的、有活力的、愉悦的交通里，享受基督做食物做丰富。因此，盼望主得着我们。我们要花时间，花更多的时间诚心，或是一整天要找时间从主蒙洁净，或是去找有水的弟兄姊妹，不是去找爱世界的这个人那个人就都被玷污了。我们喜欢去找那些人，若要找那些人也可以，但我们自己要有水，使我们能够洁净别人，我们自己也不被玷污，而恢复与主的交通，也能够洗别人的脚。感谢主，在我的经历里，不可单独行动，要团体的行动，因为什么时候单独，我们就很容易被玷污。我们什么时候单独，就想去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在人看不见的地方随心所欲，这就是我们堕落的人性。愿神怜悯我们，一面我们与主要有交通，另一面与圣徒们有交通，特别是在我们的区或教会里的。愿主得着我们，使我们有这样的实行，每早晨甚至一整天，不管是祷告、导读、唱诗、赞美，使我们自己蒙保守、被圣灵充满，借着话得洁净，借着永远的生命得洁净，使我们蒙保守在愉悦的教会生活里，享受我们与主之间，并与在我们所在地圣徒们之间的交通。感谢主。阿们，感谢主，非常的喜乐。今天我们来到健康话语这一个，来到约翰福音第13章。阿们。那在前面琵琶弟兄已经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分享。那第13章说到生命在爱中维持交通的洗涤。那弟兄已经分享过，首先在前面，主耶稣自己亲自来给门徒们洗涤。Amen。主耶稣他知道这个自己要上十字架了。Amen。他因着爱门徒的缘故，他爱世间属他的人，他也爱他们到底。感谢主。主爱我们到底，然后呢，他就来为门徒洗脚。Amen。感谢主。那接下来到了12节的时候，这个不仅是主耶稣他为门徒洗脚，是吧？主洗完以后，他也这个教导门徒，要彼此的洗涤。Amen。主说，你们称我为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就是，我是主是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Amen。主耶稣他给我们做了榜样，是吧？他要叫我们要能够照着他为我们所设立的榜样去行。Amen。感谢主。
并且主在接下来说，你们既晓得这事，若是去行就有福了。 Amen。 也许我们原来不知道啊，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， Amen， 我们晓得了这事，然后我们晓得这事以后就去行就有福了。 Amen， 感谢主。那这一段就说到啊，信徒彼此之间的洗涤。 Amen， 首先我们需要来跟随主的榜样。 Amen， 是吧？主他的榜样，他是脱了外衣，是吧？脱去他彰显出来的美德和属性。 Amen， 脱去他一切彰显出来的琐事。那第二呢，他拿一条手巾束腰。 Amen， 表示他愿意这个谦卑啊，受约束，并且自己受限制。 Amen， 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要来跟随主的榜样，那首要的就是我们每当要为别人洗脚的时候，需要放下我们的成就，放下我们一些的美德和属性。 Amen， 那这个是要跟人能够有属灵洗脚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和要求。感谢主。 Amen， 我们需要谦卑下来，是吧？每当骄傲的时候啊，弟兄提醒我们，那照着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，我们绝不可能给任何人能够有属灵的洗脚这样的服事。 Amen 啊，骄傲这个主啊，只能够是这个与撒旦为伍，是吧？ Amen， 神抵挡骄傲的人，神赐恩给谦卑的人。 Amen。所以我记得这个倪弟兄曾经说到啊，那个在造就故事当中有一篇， Amen， 神临到人，是吧？就像人去临到那个小鸟。 Amen， 人要能够临到小鸟，就需要就跟他变得一样。 Amen， 是吧？神要放下他一切的这个身段，一切的荣耀， Amen， 来临及人。 Amen， 人临及小鸟也是一样。那我们今天要能够去这个给啊圣徒洗脚啊，我们彼此的去有属灵的帮助。若是我们是在一个骄傲的态度里面，是吧？认为啊自己比别人高，认为别人所经历的 Amen 那都不如我们，是吧？在生命的这个经历上也没有啊，在这个真理的认识上也没有啊，在很多的事情上也不如我们。那当我们用这样的态度，哇，那个绝对不可能给人带来属灵的这个益处。 Amen， 感谢主。那所以我们啊说到要彼此洗脚，那弟兄也提醒我们，就这两面的意义啊，一面是这个物质的，是真正的这个去帮圣徒们洗脚啊，甚至是彼此这样的洗脚，这样的实行。 Amen。 那还有一面就是属灵的洗涤，那我们要看这个属灵的这个意义要重于这个物质这一方面的实行。 Amen。 但感谢主啊，若是主有带领啊，能够这样多少时间一次彼此的这个外面的洗脚，也是阿们的。 Amen， 感谢主。那这个是出于啊平安的感觉，出于这个喜乐，出于
这个负担和愿意，而不是一个外面的，是吧？一个这个组织的推动的一个活动。阿们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要首先记得啊，不能够骄傲，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啊，需要谦卑下来，神赐福给这个谦卑的人。 Amen。 所以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不仅要脱下各样的外衣，是吧？啊，我们比别人更属灵的外衣。 Amen。 是吧？我们啊，比别人好像显得生命更长进啊，得救的年日更久，是吧？在教会中，哇，服事更有经验啊，甚至是这个管理 ，Amen， 这个警察的制服，甚至是那个法官的制服，哎呀，通通的把它脱下来 ，Amen。那需要穿上什么呢？第二就是需要以这个用手巾束腰 ，Amen， 就像主耶稣所做的那样，一面这个束腰。就是表征受约束。 Amen。 那另一面被束上就是表征失去自由啊。那当我们来到弟兄那里，是吧，想要能够有这样属灵的洗涤， Amen， 我们还需要受约束啊，我们需要没有自己的自由。Amen。 我们也不能够，是吧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 Amen。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们需要 Amen 能够让主来居首位。 Amen。 感谢主，因为这个属灵的洗脚，是吧，不仅是要用水洗脚，还要用主这个束腰的手巾来擦干。Amen。 怎么擦？哦，就是借着我们受限制，就是借着我们在主里面啊，没有自己的自由。当我们能够这样实行的时候，感谢主 ，Amen。 主就借着我们啊，通过我们能够给被洗涤的人有真实属灵的帮助和供应。那我们也需要寻求这样的彼此来洗涤。 Amen。 好，那第三就是需要借着彼此相爱。 Amen。 为什么呢？好，首先就从这个18节到30节，这里就先提到有些人他也被洗涤，但是却不在交通里。那个人就是犹大，是吧？犹大他出卖主。 Amen。 他看主的价值啊，就是一个那个奴隶的那个价值。 Amen。 啊，就是那30个银币。 Amen。那他其实是假冒的，他从起初就没有进到与主的交通里，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到，那他不管是吧，接受多少次的洗涤，再怎么洗也没有用。 Amen。 感谢主。所以借着犹大的势力就给我们看到，唯有这个真正的洗脚啊，是只为着那些跟神有真实的交通的一般人。 Amen。 所以我们需要成为寻求与主有真实的交通，是吧？我们敬拜神也是需要在灵和真实里来敬拜。 Amen。 感谢主。交通也是一样。那什么是真实呢？就是主自己。
他是一切这个事物的实际。 Amen， 是吧？唯有在我们的灵里， Amen， 并且是在这个主的实际里，那我们就有真实的交通。这个也需要我们从我们自己里面，从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里出来，能够进到调和的灵里。阿们。那当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是一般与主有真实真正交通的人。好，那接续从31到38节也给我们看到啊另外的这个例子。那是什么人呢？就是他们被洗涤，而且也愿意留在交通里啊，但是呢却失败了。那这个例子啊就是彼得。阿们。那首先就在31节给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说啊，人子得了荣耀。Amen。 然后呢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。Amen。 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是荣耀的主，是吧？他是荣耀再荣耀的一位，他也是胜了再胜的一位。那但是在我们人这一面，其实彼得他是啊一个事例，我们都是这个叫做千千万万个彼得。 Amen。 我们原来啊都是石头，是吧？都是在自己里面，在天然里面。 Amen。 那在这个里面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失败，就是被主暴露，是吧？主耶稣他说啊，他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。那彼得就问了，主啊你往哪里去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，后来却要跟我去。 Amen。 彼得说，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？我愿意为你舍命啊，我愿意为你死都可以啊。但是主接着回答，你愿意为我舍命吗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鸡叫以前呢、啊，你要三次否认我。 Amen。 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许多的经历也是一样，是吧？所以到了彼得后书，比前后他说到他自己，他也说到啊其他的人。他说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啊，是吧，是树上带着，但是是随着自己的己意啊随意往来，不愿意受约束。 Amen。 哇，彼得他经过了，是吧，那么多被主的这个暴露，然后呢经过了很多的失败，经过了很多的这个对付，经过了主很多的成全。 Amen。 之中哦，他被主制作成为主的复制。 Amen。 感谢主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失败没有关系。 Amen。 我们愿意将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来接受主的制作。哦，因为主他自己，不仅他自己是荣耀的，他也要将我们做成荣耀的，是吧？他要带我们一同进到荣耀里。 Amen。 那感谢主，主耶稣他教导我们啊，那怎么能够有彼此啊真实的属灵的这个洗涤啊，彼此这样喂养，彼此这样的服侍呢？那接下来的条件就是需要借着彼此相爱。 Amen。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啊如何爱弟兄姊妹。 Amen。 并且给他们能够有
属灵啊起脚的服事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那这里是啊，不仅有道理啊，还有这个实际的路，所以就是要能够彼此相爱。怎么来彼此相爱呢？啊，不是在天然里的爱 ，Amen， 是吧？乃是啊，借着彼此的去看望 ，Amen， 能够表示出那一个真实的关爱，那个用啊神圣的来爱，来爱弟兄 ，Amen， 用我们那个主神圣的爱来爱他。主说：“爱我的，是吧？第一，必爱我的话；第二，必爱召会；第三，必爱弟兄姊妹。”感谢主，主耶稣自己也是这样的榜样，他是我们爱神的榜样，是吧？他说要全心、全魂、全心思，并全力爱主你的神。他也是爱召会的榜样，是吧？他为召会甚至是舍了自己。 Amen。 他也爱弟兄姊妹，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。 Amen。 所以感谢主，那我们去借着走访，借着探望啊，若是我们能够将这样的爱能够表达出来，是吧？有时不是借着我们说什么 ，Amen， 乃是我们里面就有那个爱的实际。那这样人能够从我们得着这个属灵的洗涤 ，Amen。因为只有在爱中这样给人洗脚啊 ，Amen。那彼此的交通才能够维持。Amen， 是吧？若是我们觉得啊，曾经被人得罪，我们又想要去跟他洗脚，我们若是不放下自己的身段，是吧？然后不是在爱的这个氛围里，带着定罪的灵去，带着审判去，带着很多的想法去，哦，主耶稣啊，那一个洗脚不会带来供应，是吧？只会带来这个，哇，带来很大的难处，是吧？甚至是吵起来。Amen， 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在信息里面也告诉我们，不仅是弟兄需要这样属灵的洗涤，姊妹也需要这样属灵的洗涤。Amen。啊，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个外面的地位，是吧？甚至是在召会中的地位。弟兄说，在召会里，你去追求那个长老的地位。当你这个地啊，这个叫做身份位置越高，当你做的事情越多，你接触的人就会越多，是吧？接触的这个受这个属地污染的机会就会越多。当人来到我们面前 ，Amen， 他都是有问题的。弟兄说，如果他没有问题，他就不会来找你。哇，那当弟兄姊妹带着各样的问题，是吧，来找你 ，Amen， 来惹怒你，哇，最后你控制不住 ，Amen， 能够发脾气。啊，生气，主啊，那我们也就受了这个属地的污秽。Amen。那需要怎么呢？啊，需要彼此间有一个爱的洗涤。唯有这样的洗涤，能够帮助我们恢复那个真实的交通，要不然啊，这个服侍者和那位圣徒就会啊失去真实的交通 ，Amen， 他们的关系就会有问题 ，Amen， 我是非常阿门这一个，
啊，不仅是在认识上，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也是这样。 Amen。 我求主宝血遮盖，我也可以在这里啊做一点见证，说当我们有时候啊被这个去想去帮助人， Amen， 接受邀请啊，想去洗涤之中，哇，洗到自己都这个被污秽，洗到自己都这个被惹怒气，哦，最后真是需要向主悔改， Amen， 需要转向灵里啊，需要能够在这一个彼此相爱的气氛中，在那里悔改，在那里和好，在那里彼此的相爱，哦，在那里有真实属灵的启迪。 Amen， 感谢主。那第四个点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啊，到哪里去接受这个洗脚的帮助。 Amen。 再说我们的经历，我们能够见证，是吧？李弟兄他也见证，当初他跟李弟兄啊，跟一些前面的同工在一起的时候，哇，都还没有开始真实的在那里啊洗脚，只是在那里在他们边上坐一坐，听一听，看一看，他就得着真实的洗涤，他就得着供应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经历，都能够做这样的见证。所以我们自己需要拣选到哪里去，同时我们也知道，是吧，到哪里去，哇，就会接受一些的垃圾，是吧，就会接受一些的垃圾，哦，就会有许多属地的污秽。 Amen， 是吧，若是可能我们要拒绝， Amen， 我们要逃避，哎，除非我们自己能够先被主充满， Amen， 满了对主的享受啊，经历见证啊，使我们能够给人有真实的帮助。哈利路亚。那如果我们人人都是这样操练，是吧，借着这样属灵的洗涤，洗净我们这些属世的属地的接触的各种各样的污秽消极， Amen， 那这样的召会生活啊，感谢主，就会一直的保持有三种的情形。第一个就是新鲜， Amen， 哇，每一位圣徒是新鲜的，整个召会的情形是新鲜的， Amen， 不仅新鲜还是愉快的，是吧，这个新人也愿意进到这里，福音朋友来了也非常的喜乐啊，这样的召会生活非常的吸引人。然后呢，就是活泼的，蛮有活力，新鲜的，愉快的，活泼的， Amen， 感谢主。所以那我们在这样里面，在这样的召会当中，哈利路亚，是吧，我们就在那里每天新鲜的享受主，接受他新的怜悯，接受他新的供应， Amen， 是我们是有活力的， Amen， 是有冲击力的，是有负担的，是喜乐的，能够去到人中间，去到福音朋友那里，去到我们的同事，我们的朋友那里，去到那一些啊这个受伤的圣徒那里， Amen， 是吧，能够给他们有这个洗涤， Amen， 甚至是彼此的属灵的真实的洗脚， Amen， 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彼此的供应，这样就能够彼此帮助对方脱离那些属地的污秽。阿们，使我们能够在召会生活里面过一个喜乐的召会生活，能够一同被建造。Amen。 那最后我也愿意借着一节经节来成为我们的实行，就是在
啊，彼得书信里面，彼得在那里说，我们是借着顺从，顺从什么呢？他说顺从真理。 Amen， 我们借着顺从神的话， Amen， 就能够洁净我们的魂。阿们，当我们的魂得洁净，是吧，结果就使我们能够从神以外的一切的事物，是吧，属地的属世的那些事物当中来转向主，来专注在主身上啊，我们的魂就得洁净，我们的心思就得更新，我们的情感就得变化。 Amen， 我们的意志就会顺服。阿们，我们向撒旦就说不，我们向神就说阿们。那当这样的时候，结果就是我们就能够彼此真实的爱弟兄，没有假冒。哈利路亚，爱弟兄没有假冒，并且是彼此真实的热切的相爱。哈利路亚，那这样的结果就能够带进更多真实的彼此的洗涤。阿们。那结果就是三一神将他的元素，将他的性情，将他的琐事更多的加到你里面，加到我里面，加到召会每一位圣徒当中。那这样圣徒就彼此的喜乐的过一个生活，召会就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，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。哈利路亚，愿主祝福他的说话，也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，我们都能够来操练过这样的彼此洗涤，彼此牧养，彼此扶持，彼此建造的生活。阿们。